终身不能勃起，一勃起，终身不能勃起，终身不可以勃起，一勃起马上死刑。你是爱喝焦灼的人销售，不要动，不要一言不合，不要一言不合就张雨生。怕是怕的结果没来由，于是爱恨情仇，阿妈的今妈的德威，来叫你你敢有惊到？我是心非你曾说的诺言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，于是爱恨交错，交错必然啊？是吗？对啦，干！怕是怕的结果没来由，哦吼，对啊，这些激动啥？你是咧？你食到啥诶？张雨生咧，干要死啊咧！张雨生，张雨生那个日本人咧。张雨生，我后天生的好不好？我后天生的。我讲天养诶，你快来跟我干快点生养。我木村拓哉。啊，我也是木村拓哉。之前是，现在不是，因为我下集都淘汰。下集兵派。在这边破案，在这他个小破案，修炼爱情的悲欢。我哥啊，来解析解析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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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原来是修炼不简单，那个叫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够干掉诶！我无咧听林俊杰的歌，所以我较唔知。我比较不知道。我的天啊，那是很长那个。电台在播。之前，我之前第一个女朋友每次在听林俊杰，就给我放这首《恋爱大小法》干你。恋爱情的悲欢。我不该听林俊杰，我也听吴宗宪的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等我。哈哈哈哈。这样的夜晚，只有在电玩。准备好啊，接招啊！什么东西？在屋顶上唱着你的歌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。哦。屋顶。我想赶的人，那个嘛。中线。中线啊！中线淫荡舞啊！中线淫荡舞。把你脑袋打跟中线淫荡舞的头一样大。你别吓我了，吴宗宪的巨头那是天生的。妈，不要再骂我，不要再骂我。拥抱这四个每一分一秒全都射精。还在屋顶上。正在喷在屋顶上。在屋顶强奸你恶魔。奈米屌啊。奈米屌，我被我撑开，还没奈米屌干。啊！你操你娘，你在！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。那刚才那首歌好难唱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我抱一都好甜。我想舔，想舔。甜甜的一甜，让我举起硬邦邦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。我的鸡鸡甜不甜？哦，帅了，牛逼的，傻小啊！哇，天哪，这傻小啊，这傻小啊！怎样？你就搞？你发癫哦！你癫哦！你发哦！发哦！我卡掉了。干，来假胸椎，闹胸爆，闹胸爆嘛，卡掉。卡掉，鸵鸟，卡到变鸵鸟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。因为我刚好想跟你。终身不能勃起，一勃起。终身不能勃起。终身不可以勃起，一勃起马上死刑。感觉怕呀，那前面那边懂了。
干你要动个包青筋嘛，好吗？好吗？你那背影啊，东升孟婆心。哎，哎，动个会说讲话。哦，看这后，这个后劲好强哦。干嘛还掉？会讲还掉？哇，他整天就握着自己老二，臭鬼，抓紧紧这样。抓紧紧，直接黑掉，直接紫色。干嘛叫他坏死兵帮忙？你有看水池的遐，那个蓝椒那呢？他的乌翻乌去，翻乌去，翻黑。香蕉超生意。有人说超蓝椒，我还不相信，现在我相信了。